谢你背我下山。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心跳得这么快？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发芽。你醒了，小心。刚刚是没电了是吧？我刚刚是没电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们走吧。哎，你出血了，是不是在背我的时候不小心划伤的？你受伤了，我们赶快回去吧。你没电了，还能走吗？我……对啊，这不是关心可以充电吗？走吧，我有点电了。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吧。你衣服破了，是不是下山的时候划破的？没受伤吧？没事。我看你就是摔坏了，不然怎么总是在挑战我的权威？我这不是在挑战你权威，这是朋友之间的互相帮忙。人跟机器人一样，是需要关心和照顾的，这比充电还管用。陆总，谢谢你背我下山。那你就记着，你欠我一次，以后少闯点祸。我看你就是摔坏了才没回嘴，怎么这么疼？是不是耗电过度了？赶快回去充电吧。这是朋友之间的互相帮忙，人跟机器人是一样的，需要关心和照顾，这比充电都管用。陆总，谢谢你背我下山。奇怪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心跳得这么快？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发芽。